哎，我能不能借您这个地儿，搞个医疗咨询呢？什么？我没听明白，搞医疗咨询啊？就是有病的，我给治治病；没病的呢，我宣传一下防病治病的知识。这不用问呢，这是一个医生啊。您是一位西医？不是。哦，中医啊。没学过。按摩？没不了解。 啊，您是跳大神的吧？跳大神像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会。您到底是什么医呀？哪个科呀？特科。具体都治什么病呢？专治布症。哦，不，哦，这我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布症嘛，啊，就是走路不方便。布症。不，啊，我解释不是不对，怎么个布症啊？就是不这么着，不那么着的。哦。 不能的，嗨，前两天那一桌子海鲜吃了多半桌。哎呦，还好意思说呢？酒，行，您这就是布政。我什么布政啊？不检点呢？不检点？哎，你以为我自己欠单吗？那是公家，不要脸。我。 这么说，我挺严重的。哎呦，太严重了啊！嗯，很严重。不，这样你就给我看看嘛。赶紧看看啊！没问题。这样，您过两天有时间是去我那个诊所，我给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不要那么复杂。怎么了？今天您要有时间，您就在这儿给我看。我倒是没什么这儿啊，那不行，那怎么？这儿可看不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地儿？ 您是哪级的干部？嘿，嗯，这还问呢？那当然了，看看，您看啊，您是哪级的干部？嘿，嗯，上个手指头往这一搁，这叫寸关尺，通人的心肝脾胃肾左右六脉，行了，没事你摸我脑袋干什么？您说那是中医大方木，你这个呢？特科，号脉就得号脑袋，为什么？这是干扰病的病源呐，病源都在这儿呢。您那当然了，看看，您看啊，您是。 哪级的干部？嘿，嗯，就是上面有人管着我，这下边我管的不少人嘛。哦，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怎么着？您这病可不轻啊！哎呦，呵，这没病也让他吓出病来了。我说我什么病啊？我还没看出来啊。
没看出来您，我给您仔细的诊断一下。您要给我看出来，我分下次不可。咱别一惊一乍炸，行吗？行行行行行啊！我这回给您细致的检查检查。仔细的看看。嗯，好了。嗯嗯，看出来了。我什么病？艾滋病。哎，啊？艾滋病？开玩笑？怎么了？我能得艾滋病？嗨，不可能的。没听明白。哎，艾滋病。 爱滋病，就是您得的这些病啊，都有个艾滋。哦，有个艾滋。哎，您是不是平常最爱说两句话？我平常说什么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，有钱不花是下台白搭。你是又爱钱又爱权，这病有吗？有点儿也不利。别嘀咕，有什么呀？有有有。那两句话是不是老在嘴边挂着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常说的，老在脑子里边转悠。哎，这就是你的病根儿。哎呦，我具体得什么病啊？那得看你是对上对下还是对内对外。哦，这还有区别。那当然了。哦，那我要是对上，爱拍马，爱抬轿子。 爱吹喇叭，爱好大喜功，爱顺杆爬，爱虚报，爱浮夸，爱钻空子，爱往上爬，爱行贿，爱作假，爱耍小聪明，爱瞪眼说瞎话，十足的一副奴才相，上边爱听啥你就爱说啥。啊，这我这个听领导的话。那我要是对下呢？对下啊，你是爱主观，爱自大。 爱吹牛，爱自夸，爱虚荣，爱面子，爱训人，爱动下，爱拍桌子，爱摆架子，爱吹胡子瞪眼，爱称王称霸，爱把群众当阿斗，爱拿自己当菩萨，爱拉虎皮做大旗，爱发号施令夸大话，爱当人民的老爷，就是不爱替群众说话。谁没点小脾气儿？哼！嘿。 对外呢？对外，嗯，爱讲排场，爱摆阔，嗯，爱端架子，爱挥霍，嗯，爱吹吹拍拍，爱拉拉扯扯，爱大吹大擂，爱大吃大喝，爱领导自居，爱用公款请客，爱当众撒酒疯，爱信口胡乱说，爱钱爱权爱势力，爱贪爱占爱便宜，爱的你钱越多，你是越不嫌多呀？他那个什么，我跟钱。 哪儿能有仇啊？哎呀，哎，你说我对内呢？对内，嗯，爱玩牌，打这个好玩。三天五天不睡，嗯，爱跳舞，跳，转悠一宿不累，嗯，爱喝酒，嗯，一斤八两不醉，爱沾花惹草，是跟你老婆背靠背。 爱洗头洗脚，异性按摩花公费，爱拿公款乱花，爱假公济私报账，爱借口公差旅游，爱带着小蜜瞎逛，爱到酒楼吃海鲜，爱去卡拉 OK 胡乱唱，爱看淫秽书刊，你是爱看黄色录像。哎呀，这病全让我得了！哎呦，不是你这太严重了，我治不了。我跟您说吧，你救救我呀！我救救，我得治好我的病啊！怎么着？ 还有一个办法，只能找有关部门四个字哦，专家会诊、拘留、候审。